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这个乌龟这一点老是痛，然后之后引起这个腹泻，是，然后之后就是有时候感觉它这点就是一胀一胀的，然后还有往里头收缩一紧再一胀，然后就是痛的，很痛。他也确定胃溃疡吗？有确定几年的？有一年多了，将近两年。也去检查了，是哦，确定胃溃疡。好，那一年多你都吃西药是吧？嗯，吃了有中药，就有一段吃中药的时候，这个会好一点，会好一点，然后但是过完就又会痛。好，大家看他的舌头，这个是白，对不对？然后胖，这个叫做寒性体质。那我们说我帮他处理完，让他去感受。那因为现在有热炎吗？有，如果处理完再给他热炎，等一下下课你再问他，他进步会更快。现在痛的位置再指给大家看，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。那以我们这一套就是前面找后面，所以他后面一定有痛点。我不在这里处理，对不对？他痛这里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说痛后面，你是痛前面还是后面？前面。后面痛不痛？不痛。好，这个先证实了。那我从不痛的地方就是他处找，对不对？他痛的地方就在前面，我没有揉他前面哦，懂我意思吧？我是从后面。好，那这样我们来看我他处是不是能解决？这里疼吗？疼。这里疼啊？这里呢？疼。这里也疼啊？这里呢？不太疼。好，你就是从这里开始疼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疼吗？疼。这里也疼啊？这里疼不疼？嗯，不太疼。到这里就不疼了，是吗？他的胃对过来是在这里，但是他痛的是在这里，等于画过来对的，然后一个巴掌上来，也蛮符合我们说的，他这一段最痛。那我们再找另外一段，左侧这里疼吗？疼。这里也疼。好，上面这里呢？这里更疼哦。那这里呢？你放松。好，他左侧更长呢，右侧在这里，左侧更长。好，我们就从他的痛点一路找下来，这里也疼是吧？啊，这里呢？不太疼。这里不太疼。啊，这里呢？有一点。这里呢？不疼。这里不疼。这里呢？不疼。这里不疼，这里也不疼是吧？那他的痛是由右边引起的，那左侧只有这一点跟这一点，好，比较影响不大。好，那你这里胸会不会闷？有时候会有点，有时候会有一点，因为他这里是管胸部不管胃的，所以胃对照理对过来没有一巴掌在这么上，所以我就知道他胸还有问题，所以这一点是处理胸，这样大家了解吧。所以这一套本身就是一个诊断学。好，我现在帮他处理。你下面确定这里不疼了吗？这里也疼是吗？这里也疼啊？啊，这里呢？到这里还疼是吗？是哈、哦？是哦。哦，那比我想象还更长哎。到这里还在疼。好，那下面这里不疼了嘛哈？那我这一边也揉下来看看，这里疼吗？这里也不疼。这里呢也不疼，不疼。哦，那他是真的右侧，右侧我刚刚讲的这一段，还有加上这一段，都在疼，所以他这么长。好，那就右侧是阴了，好，痛的阴。好，我帮他舒缓一下。一般像比较内脏的，而且痛那么久又寒，我一般会处理怎么样？3到4次。我现在已经揉2-3次了。好，现在是帮他舒缓，我等一下再揉一次，那他就可以起来，让感受，让大家了解。我现在舒缓舒服吗？啊，舒服。
舒服啊，这个动作比较舒服是吧？啊，好，那我再做一次给大家看哈。现在揉是不是比较能接受了？还行啊，还行啊，啊，还是很痛啊。哦，这里那么疼啊，哈，啊，这里呢？轻一点。哦，轻一点。患者讲的每一句话你都要听，因为以病为师嘛，病人就是我们的老师，所以他叫我轻我就轻一点。你看我这样够轻了吧？是吧？这样可以哈。好，可以，舒服了哈。好，那我再用力。好，哦，这里还哇哈，哦，那表示还没有揉松。好，好，我再帮你舒缓。好，那这一边你再看看，这里疼不疼？这里不疼了啊，这一边是。这里还是疼啊，哦，好，它上面这一点一定是胸部的问题，哎，心脏或是肩部有问题才会这样。好，这一点顺便帮你解决。好，这样就揉好了。好，哦，好，那您穿好，让它穿一下，不要冷到，因为它是蛮寒的。好点了，感觉呢？感觉那个前面揉的时候有点那种热热的感觉，有点稍微小热。好，是好点，现在就是好多了，感觉。好多了哈，确定哈？确定。好，好，那不会。等一下，如果赶紧再给他一个温敷袋，他好的效果会更好。好，那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不会，那你下去温敷。好，谢谢。